自制巧克力香蕉，后边有教程。
香蕉剥掉外衣，切成两半，在冰箱冷冻4个小时以上，记得用一次性筷子把它串起来。接下来需要用到巧克力和花生碎，把巧克力放在容器里面，用温水煮化。200克巧克力里面放50克的椰子油，椰子油一定要放。制作出来的巧克力香蕉能不能脆，全靠椰子油，搅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香蕉放进去，像视频里面这样搅拌，静止一会儿就做好了。